好，我们三级找一下末日位置啊，三级有机会。这个人红开的，我们直接抓这个盖伦就行了。这个鱼有咬吗？咬住能杀，他好像没有咬了。WCD 多少秒？标记一下可以吗？我操，兄弟！我操，牛逼啊！他也不告诉我 W 有没有 CD， 有 CD 自己上了，我好不容易跟上他的节奏了，他还 W 小兵呢。中路有机会啊 ！E 上来平 A WQ， 平 A， 孤立无援 ，A 一刀，飞线推了啊！让他自己推吧，这不给个眼？你是不是以为我不敢跟你打呀 ？A WQ 平 A。再 A， 那以为我不敢跟他打。三块钱，回家买装备吧。这不给个眼，对面塞拉斯可能会来抓我。游戏结束了呀。这把做一个幽梦啊。这盖伦又断兵线了。再把这盖伦杀了，他这不是他要送小兵啊！我操，兄弟，你也交闪现呢？我俩一起交的闪现，我寻思这个鳄鱼不会交闪呢。他也闪现了，我怕这盖伦送塔。我俩一起交的闪现，基本上是一致的啊，想一块儿去了。他伤害好高呀，护盾，哎，护盾没给上，这塞拉斯伤害好高，
这一套给我秒了，我不敢相信呢，怎么有这么高的爆发呀？他六级也不至于这么高爆发呀。加油引燃一套带走了。好，再来两组野怪升六了，我来了，这不被我们预判到了。我不是预判咱们这个塞拉斯会不会反打，他一定会把这个二段一交了。我是预判到什么呢？我预判到这个光辉应该躲不掉这个二段一，把自己队友给预判了。不行，打不过他。哎，没上引燃啊？为什么刚才有一个引燃的标志啊？我还以为我死了。我刚才看到他上引燃了呀。这人没带引燃，闪现带着疾跑 TP 啊。买装备，买装备，这把做那个水银鞋吧，来个斗篷。这版本打野很难玩，因为这个线上等级比你高两级啊。你光靠野区的发育，你很难补得上那个等级的，符合当前版本的。末日之英雄就是前期不强，然后发育起来到中期团战开始发力，和当前版本的节奏比较契合。好，他下去打我们直接下去啊。这先锋打不掉了。烧了兵线收了吧。这塞拉斯有没有说法？他要反打。点到为止吧。只能这样了，我刚才闪现没好，好了我就闪现补一刀，点到为止吧。那就这样吧。他有点燃你死了，那你咋不说我有闪现他死了呢？我不也少个召唤师技能？老实说这种没有意义的话，你买张彩票中了奖，你去兑奖，然后那个兑奖员跟你说，还好你这个号中了，你这号不中的话拿不着这个钱，那不说的废话吗？还整个他有引燃你死了。我是不是惯着这个塞拉斯臭毛病啊？
你现在有点过分啊，塞拉斯。先抓塞拉斯吧，大残 EQ 带走了。这个盖伦进我野区了呀，这我野区小心一点，有点危险。我就骗你个大咋的，惯你臭毛病。来杀他，来给他脸了，让你皮。哎，但是对面这个末日偷了好多东西啊，先锋加俩小龙全丢了。这个沉默好恶心啊，我第一时间放不了E，我靠，太吓人了。这末日很能偷啊，偷了俩小龙了，14分钟俩小龙加一个先锋，属阴协作了啊。我跟你讲，我这把这个斗篷救我两次，没有这斗篷我死两次了，太关键了。当时不出斗篷的话，塞拉斯那波我也得死。哎呦我靠了，这小移速，大宝剑653真实伤害。再来个魔抗吧，我这把还是得把魔抗捉满。16分钟148刀151刀的盖伦，他这个发育好好呀，中塔都要掉了，有点送死留着这个盖伦的意思啊。好 Q， 但没什么卵用。怎么这么多技能啊？闪现治疗全在啊！啊，闪现治疗全在啊！技能未免有点太多了吧？
这也有闪现，全是闪。哎呦！干啥呀？秒我呀！不是家没人守吗？怎么都搁外头呀？啊？我守不住家呀！这把要输，这把要输啊！漂亮！不回来，手下家没了。这怎么开个几把干啥呀你啊？有毛病似的。不是不回来守家吗？你们这在干嘛呀，兄弟们？对面拆塔没人管的。我真服了，我家这把这个队友怎么不管家呀？对面有俩偷塔的，我还打不过他。慢慢来吧，一会儿有机会拿大龙的话，拿条大龙可以翻。主要对面就是靠偷塔赢游戏啊，他们正面盖伦和塞拉斯偷塔，然后其他三个队友的话吊打我们其他四个队友啊，我还守不住家。
我没有什么守家能力，你知道吧？我家守家最牛逼的是谁呢？这光辉守家牛逼，他能守家。减速，这波可以打啊！这波打赢了，游戏结束了，打赢了可以拿大龙了。我们可以打大龙试一下，现在鳄鱼在守家，我们去大龙试一下吧。他们先少个打野，这个大龙团战还是比较好赢的。能给我上大吗，兄弟？给我上大，我跳上去。给我上大，给我上大，给我上大。啊，我先拉开。完了，鳄鱼死了，家没了。鳄鱼守不住家，急了。哎。这把这鳄鱼太坑了。